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给带来一个三国战记统中原的一个清版啊，来一个马超的一个速通啊，也是呢很久没做这个马超速通了。这期呢是由这个袁磊老板啊点播的一个 SL 的一个素材啊，因为呢这个实战里边呢迟迟也是破不了这个速通的一个记录了，所以说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在 SL 的情况之下，这个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OK， 这里呢是出门的还是老套路，一个必杀清兵之后呢，这里呢并不影响，然后 AAB 捡一个土雷，下边 AAB 边清这个怪边捡这个狮子啊，边打这个狮子之后呢，这一期这个因为呢是 SL 的这个素材，所以说也放不了这个计时器，那么呢只能给各位口报一下这个时间了。好，这里呢进来还是老套路啊，土雷一炸之后呢过来对网游的 AB 把怪打到一起，然后这个加血看看能不能吃，直接一个 AB 一个左右 BA 甩，加血就不要了，没用。好，再进来，然后呢看里边土雷一炸往上扔，往下 AAB 一个对 AAB 加一个这个6A 之后呢，这里 BA 甩倒了一个必杀，来个一打五，然后所有道具全部捡上啊。之后下来打舵啊，这个地图呢没什么好说的，大概用时是一个15分钟30多秒吧，好像是那样，各位感兴趣可以自己记录一下啊。出门的时间加上最后曹操死亡的时间，一加一减就完事了。这里呢来一个莲花，来一个这个一下一啊，之后呢减一个这个啥令牌，往前顶，这里小兵还没耽误。之后来到嫂子身后啊，咱们来看看这个嫂子，两下 A 撞，两下 A 我撞A 死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嫂子呢是改了一个套路啊，改了一个这个实战里边不太好用的套路。这里呢，主要套路是好在哪儿呢？打这个尾连，连续的这个铁打的冲撞，嫂子她不防啊，这样呢省一个倒地时间。但是呢，如果打到实战里边呢，这个嫂子会防啊，那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意外啊，我方被嫂子打倒就会血坑。之后呢出门的进桌过来之后呢，一个这个 AB 加一个那啥啊，加一个这个 6A， 然后换嫂子来这个快速清兵，这里呢没什么好说的啊，嫂子一下一个或者两下一个，这个位置呢顶一个进桌来换回来减上，这儿呢主要少大点分啊，让这个洞里边呢不升一个五级，令牌换回来以后呢可以少一个升级的时间。之后呢这里换嫂子令 6A 顶 6A2 顶 6A3 顶6A4 顶，可以看到呢，一顶一个兵啊，这个呢是实战里边碰不到的运气。OK， 这样呢没升到五级啊，让自己这个解隐身衣能快一点。之后呢过来把这个等级呢在里边升啊，就完事了。好，咱们呢捡起飞盘，换上这个铁甲兵啊，然后呢用这个6A 先杀一个，再用偏杀第二个。这样的话呢，一个兵快速杀，另外一个兵呢还可以砍两下分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最后一个兵啊给他留下不用杀，之后呢一路上来，这个位置呢是跑到中间之后把两个这个忍者兵清掉，这个位置呢再清好拿下，然后开始捡道具，毒镖莲花金珠走人。 OK 啊，进到里边呢直接是选择了一手这个必杀啊，然后呢把这个兵呢一清啊，这样的话呢就顶替金珠用了。之后呢再往里走，出门呢准备挑好隐身衣来捡这把火箭啊，捡之前呢先扒了个小石帘，背面呢也是挑好了这个孙机小令牌，准备的秒这个夏侯渊。 OK 进门，然后呢隐身衣我一撇往里一冲，好冲进去之后隐身衣咱们一扔啊，然后呢直接是这个捡剑也就完事了，问题都不大。然后呢边捡边往下靠啊，这也是一个小套路了。之后呢出门咱们呢直接走夏侯渊。夏侯渊呢这里呢我采取的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套路啊，上这个梦游，然后呢1234回头2234回头3234，之后呢一个后前 A 啊，一个下山 A 16连正好死亡啊，这样的话呢一套四招一致秒杀这个夏侯渊。这一套呢可能是这个 SL 这个素材里边呢可能唯一啊能这个用到实战里边的一个套路了。第一关打孙机那个套路是白扯，这个套路呢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直接秒杀，省着夏侯渊再起身了。好，咱们来看游戏的第三关来了，威震汉中地，出门呢就咣咣一顿踢啊就可以了。利用这个火箭克制小兵啊，然后呢这里补两个 AB 往前冲 ，AB 一打二，不影响刷兵，闷一脚，往右闷一脚，往左闷一脚，捡一个土雷，咱们呢直接进门啊，在门里边的话呢，咱就来这个
一顿这个火箭平杵，一顿小金珠啊，各种小套路，跟这个正常打这个实战的没什么区别。然后呢，使劲冲冲冲过来，一个金珠扔一个 AB， 然后呢，左边的大狗闷一脚，右边 AB 直接一枪。OK 啊，咱们呢直接奔这个下一个画面出发。这画面这里呢是直接出门选择一个跳 A， 一定是一个一打三，不要问我为什么。然后呢，所有的小兵一起 AB， 最后呢再捡一个毒镖，踢一脚凑到一起，这里踢都没踢啊，直接修建了。这个在实战里边呢可能不能这么打，因为呢这个实战里边找不着这种运气。反正呢这里呢艾斯勒运气都是拉满的。之后这个位置呢引车跑，把车跑掉，捡一个金珠，好过来。这地儿呢准备来一个金珠的一打 N 啊，之后呢来一个这个嫂子速杀一手这个第一傻狗。好，咱们来看看速杀第一傻狗的套路。直接来一个四下 A， 回头四下 A， 回头四下 A， 打一个撞，打一个尾联，然后呢 AA 二三六 A 打一个下山 A， 可以看到是吧？这一套的话呢是比较的帅气啊，但是呢这一套在实战里边呢感觉基本成不了啊，因为背后的铁甲绝对不允许你这么踢他大哥。那么呢里边这里呢是选择了老套路啊，必杀带必杀，两个必杀清所有兵，然后呢拿起黄石弓的一个套路。咱们呢使劲往前冲啊，来看这个关你 boss 张辽，先用修剑清一波小兵，然后呢左踢踢右踢踢，随便补一口假血，其实不吃也行，照堆头直接的一手 AB， 然后呢往前跑，左 AB 右踢 A 爆气啊。之后呢等这个张辽出场，咱们呢用一手这个毒气筒啊，速杀张辽的一个套路啊。来到左边，勾引他往右刮风，小跳 T 六六 A， 小跳 T 六六 A， 扒了一个 A， 毒气筒 T T， 这里呢是一个毒气筒不看小兵的一个打法，肯定呢会比这个直接毒气筒追地小跳 T 六六 A 来的伤害要快那么一丢丢啊，当然呢也只是快一丢丢，不过呢这样风险比较大啊，但是呢在这个 S 乐里边完全没什么风险。好，咱们来看游戏的第四关。好，出场直接呢是先闷死一个，然后呢往左扒了一个修剑，再把这个闷死，捡起修剑扔一个黄石弓啊，这样的话呢所有的道具清所有的小兵，之后呢咱们直接往前跑，直接把铁甲踢到一起，然后呢小跳踢再一个 AB 秒所有的兵，这里呢两踢一毒气再一手 AB， 之后准备一个毒镖啊，来一个一窜三，找一个位置我窜，直接一波一窜三。好，继续往前赶路。这里呢是这个前边啊，不是这里，马上呢会选择一个跟实战不太一样的方案啊，就是说呢我会拆一个上边的一个栅栏啊，这个呢是平时实战里边呢完全不同的一个套路啊，当然了这个在实战里边我觉得好像也白扯啊，因为这个拆上边的这个栅栏的话呢可以一起 AB 拆俩栅栏，下边的话呢 AB 不到啊，然后呢这个门咱们呢选择一波这个 BA 左右甩，哎，这里呢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快点不多。然后呢貂蝉的话呢也跟实战方案略有改动啊，但是这一个也能应用到实战，不过呢感觉失误率比较高。这里呢首先不用傀儡，然后小跳 D 六六 A， 小跳 D 六六 A 一个 AB 打一个下线毒镖追地，这个毒镖追地的话呢追这个貂蝉非常的难啊，因为这个貂蝉的身形很诡异，所以说呢这套方案呢我觉得实战里边也是用不了，所以这个实战里边能用的好像就一个夏侯渊目前为止啊，其他的改动呢没一个能用上的。之后呢这里呢一个障碍机加上这个 BA 左右甩，这是一个老套路了，之后呢接着甩再甩，好，然后跳土雷暴气，土雷这里呢咱们直接炸再炸，之后呢调一个毒桶踢踢啊再踢，这是一个两土雷的一个方案啊，这样呢会省一个土雷，少拿土雷炸吕布一下呢吕布就少一个弹跳的时间，不过不影响啊，因为这个吕布最后死亡的这个血量比这个啥就是走的这个血槽比这个等待吕布尸体消失时间要长，所以呢即便省一个土雷炸的时间呢也没什么好的效果啊，没用。之后呢过来吃一个这个加血，打一个 AB 一打四，然后往前冲，这个地方呢咱们打一个小跳梯直接一清四，然后呢直接调正面的张灵剑全穿，好，全穿完之后呢咱们见到了吕蒙，调一个傀儡，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老套路啊，死命套路，但是呢跟以往的死命套路呢略有些不同啊，咱们来看一下，出门就一个招安，然后暴击就踢啊，连傀儡都不用了，这样的话呢省一个用傀儡的时间，哐哐先来十一脚，先把这个剑踢出来，然后呢捡一个棍儿，之后呢开始捡兵剑，好，往右捡往左捡，这样呢三捡自杀，然后下来四捡五捡六捡七捡，直接解决账，然后呢扔一个放出，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
快速的击杀吕蒙，然后呢等这个啥，等这个吕蒙死亡之后再来这个八减九减，把这个剑捡起来。而且你注意看这个风书的时间基本上正好是吧，再捡。好，这样呢捡完之后咱们呢直接把这个剑换上，之后呢捡道具，捡道具加血，捡不捡无所谓。OK， 这样呢只以这个十分钟的一个成绩呢就过了吕蒙了。平时呢这个时间段呢都是能见着吕蒙就不错了。好，咱们上去啊，悬崖对天舟往上走，之后修建双杀，黄石公捡上六杀，哎可以中了。然后呢扔张灵剑，不是这个捡张灵剑，调一个这个啥莲花，这里的莲花扔命中，然后把破土雷扔一个没用，之后呢直接来啊，打一个这个冰剑的 AB 往前使劲冲，打一个莲花全中，然后呢来一个土雷一打二，之后调一个酒壶，来一个这个修剑扎，好使劲往前冲，奔跑之中调一个张灵剑，往左踢踢剪，然后呢快速踢死小兵，这样呢让推车赶紧走，别耽误时间。好，咱们进去，直接张灵剑起手停兵，爆酒踢机关往前走过来 AB 一打三，好踢完进门，进到门里先捡一个这个爆剑啊，然后呢换上爆剑之后疯狂清兵啊。啊，这里略有不同的呢就是在捡爆剑之前呢我扔了一手飞碟啊，打了一个飞碟一打，然后呢在小兵尸体消失的时候去捡剑。OK， 这样呢咱们出门啊，出门以后呢还是老套路啊，直接呢 AB 死一个小兵啊，然后呢这个快速踢让车不推，之后呢对着这个孟获啊就是一个爆气的一个这个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然后等孟获死亡潇洒上去直接进门。咱们来看这个黄盖，好，黄盖这个地方咱瞅一瞅啊，过来先 AB 四个小兵，然后呢爆气踢倒换剑调毒镖过来，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毒镖追地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带走，这样的话呢拿下一个 AB 呢把兵卷到右边，咱们呢来左边吃道具啊，这样呢这个小兵会第一时间退场，然后呢把这个道具加血全部减满，把这个正面的这个背面的剑换上，正面的道具调好，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拿下了倒数第二关啊，用时的话呢也就是一个12分10多秒啊，大概比正常实战里面呢快了1分钟。 OK， 咱们来看游戏的最后一关，三国归一统啊，依然是一个爆剑来清一清这个对口的一个小兵，好全部闷倒，之后呢咱们过来啊看看这个 boss， 这个 boss 呢就不起飞盘套路了，换个新套路，直接爆气开场，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六六 A， 然后呢毒气小跳踢直接送走，这样的话呢少一个飞盘在空中转的时间啊，把这个谁给他拿下，然后呢换剑挑雨出，直接呢捡毒气直接往前疯狂的冲，拆一个栅栏，好小雨出直接清啊，这里呢不往左去了，因为毕竟这是 SL 啊，这个靠点运气就行了。好，四个兵全杀，然后呢咱们调一个这个电剑，之后呢调一个这个啥暴气往里冲。好，来看里边，里边这里呢直接是修剑一扔，毒镖一扎，调好修剑，撇一个 AB 轻铁甲带拆炸来，下边修剑，上边属性剑，好往前走，来秀秀一个双修剑，然后继续三修剑补位给我死，之后过来捡毒镖不耽误时间往右跑。好，来看魏延，魏延这里呢直接选择开场暴击就踢啊，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不用一个飞盘了啊，不用飞盘的话呢就省一个钻的时间。好，直接踢死，然后呢咱们直接过来啊，也不那啥了，也这个啥也不用捡了，大概是一个13分钟多一点啊就见到了这个魏延啊，这不止快了1分钟啊，这个啊差不多吧。这里呢毒镖踢，好，然后呢一个莲花全中，调一个修剑踢他，往右踢，往左秀，往右踢，剪踢踢，可以左边的修剑不要了，够用了，过来 AB 踢踢踢再踢，然后呢这个地方往左秀，往右踢，好调一个道具隐身衣，之后调一个追地道具毒镖暴击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毒镖小跳踢送走。
好，这样呢可以看到是吧，很完美的踢倒了司马懿，咱们呢换上了这个啥，换上了这个兵剑。换上兵剑以后呢，咱把这个隐身衣其实捡不捡都无所谓啊，这隐身衣可捡可不捡，把这个隐身衣直接一扔，然后呢往前冲，这里肯定没有小袁总是吧，来了啊，这个大概15分钟整见到曹操啊，咱们来看最终的利用时啊，大概是一个15分钟20多秒吧，咱们看。好，继续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六六 A 毒气，然后呢再补一套四一，再毒气，再踢，再六六 A， 再踢，再六六 A， 再踢毒气，小跳踢六六 A， 小跳踢，好，大概是一个15分20秒这样的一个成绩吧，具体的话各位细看一看吧，我这里细看不出来了。好、啊，这一局呢可以说是这个清白里边的速通啊实战完美的一个情况了啊，甚至比完美还要更加超越啊，因为很多方案呢不能用于实战，正好呢借着这个正月十五这个团圆之际啊，把这个圆圆满满的视频啊送给各位，也是呢感谢这个袁磊老板的一个点播是吧，要不然呢也是没有这个视频，也是呢在这里呢祝各位啊这个正月十五啊新年快乐，同时呢这个阖家团圆是吧，那么呢伴随着最后的这个通关画面啊，咱们今天的视频告一段落了，我是本期节目永恒，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关注来个三连，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